好，这是我们五公升的焖烧锅。好，现在请杨大打开。好，哎，专业的，因为这个焖以后会烫，我被烫过，所以我知道。这样子全黑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动作捞起来，动作暂停，我拍个照。我觉得好像可以再焖一下，因为它的中间还是浅色的。Okay, 听你的，你是专业的。那我再焖一下。好 ，OK。哦，我好喜欢那种黑糖香哦。再焖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